这里的空气很新鲜，这里的小吃很特别，这里的 latte 不像水，这里的夜景很有感觉，在10000英尺的天边，在有港口 view 的房间，在讨价还价的商店，在凌晨喧闹的3-4点，可是亲爱的，你怎么不在我身边？我们有多少时间能浪费？电话再甜美，传真再安慰，也不足以。家还家。